最上面。不是，我在最前面。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，另外一边，右边。这边。对。看得到吗？哎，不对，是另外一边呢。我在靠近船头那个位置。这边是不是？对，快到船头了。船头已经把它当船了，感觉烧过的船这样的概念。哦，它转向了。哦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，好像 有看得到我，有吗？而且我看错了，刚才有个小点点。爬上去一点好了，看得更清楚。哦，船张嘴了。那个是他的头到底是哦，头是这个哦。哦，所以刚刚那些他头是没有龙眼的，我一直觉得前面是他。对啊。这样看他好像刮你、欸。做事了啦，开始要射炮弹了啦。哦，要射炮弹了是吧？发呆嘞。这个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那个炮弹放在哪里啊？你请乘坐翼龙过来，谢谢。哦，来了，遵命。全空哦，没有。来了。母炮哦，好。虽然我不太会。这样吗？按 Ctrl 哦。Ctrl 哦，哦，一样是要瞄准的。嗯，我不会用这个。Ctrl、欸、我有装吗？我有装吗？有啊，你有炮弹啊。这个嘛，给我去搬炮。Ctrl 啊。哦，哦，有了。我呀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然后还要装，姐，他一次就是装十八哦。哎、欸，拘束弹还不用吗？拘束弹。哎呦。哎、欸，怎么用我啊？每次攻击枪，很爱我哎、欸。就哎，翼龙会跟着我飞耶、欸。他很想打你啊。我觉得龙山龙也想打我。我也想打你。干嘛这样？哦，果然还是炮弹比较有用，打比较痛。哎呦，控制障碍！干嘛？哇，这古龙这么强哦，我们这样打他都不会出事哦。那打他，他超没尊严的好吗？好像也是哦。跑嘞！哎、欸，你的猫咪会用哎、欸？不用说，它只会搬炮弹而已啊。这个我怎么在这边发呆？它叫你射，他们不会射，它、哦、叫你射。OK， 然后他就帮我搬那个来。对。这感觉比较安全一点。啊，不对，你人呢？我在做事啊。我在船下做事啊。对，好歹人家也是古龙，不要这样伤害人家。哎，我不是为什么原因要？等一下，另外部位，是因为他只要死在岛上，他的能量会太大，然后爆发是吗？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会有古龙，会有更多古龙过来。哦，可是人类厕所看主线剧情呢？人类厕所不就好了？啊？我
说人类撤走的时候，这不是人类撤走的问题啊，是这样。吉隆枪，哦，哎呦，阿娘鬼啊！个十百千万，我造成了15000伤害、欸，所以刚刚炮弹都是我在丢的、欸，哎，他就倒了、哦，这样还没死哦，好厉害啊、哦！击退哦，龙山龙真的好猛啊！然后就走掉了，这样。可是他们不是说一定要到坟场才会死吗？那、啊、谁要阻止他们呢、啊？就当他们死在海外，能量释放出去啊！阻止人家进人家坟场，感觉好虐哦、喔！不会啊，你就像瑶回到房间会打呼，你叫他睡客厅就不会打呼一样啊。不、啊，应该说在客厅打呼你不会听到一样啊。好一样的道理、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要打呼很吵，就把他赶到客厅去睡啊。好漂亮啊、哦，好美的。原来他背那本书，现在发现。不然是什么锤子哦？我现在在发，还有背包之类的、啊。哇，这个在珊瑚的时候拿到那瓶。突然好感动哦！还没完呢，还有，对啊，一切看似结束了，其实还没呀、啊。你给我看下一个统计。哇，完了！哦，好多东西哦。我这边没统计、欸。没有哎、欸，可恶。四个都是您是吧？是吧，大大。哦。然后什么？啊，对，我先做那个好了。上次要说要做的那个。钢刃剑。哦。那个，我先做那个甲虫的衣服。好啊，好的。我有繁星。你要做什么东西？甲虫衣服哦、喔。对啊。对啊，带你啊。对啊，你应该可以做一两件了吧？上次有打。没有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那是下位的，现在要带你去打上位的。啊？可是我可以打人吗？不知道剧情吗？东西。不知道剧，就是要先跑过剧情才有地图吗？不用啊，我是直接带你啊。天哪，金太阳在哪里啊？那边有人吗？哎、欸，哪里啊？金太后是谁啊？你这边有金太后？他、啊這個，没看到，眼馋。不想看装备吗？啊，他这里要我干嘛？他没叫我跑。跟你聊天啊。我去舰队看一下。所以养你要开是不是？对。稍微感觉好可怕。啊，所以到时候我刀也要换，对不对？就升级而已啊，要哦一样就先升。我现在还不能升级吧？还有没有对吧？就是没有材料哦。好的。嗯，登录。嗯，鸟笼。这种蜂蜜好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先去看一下，顺便看一下。老陈接你接了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接任务啊！耶，我要去了，走个任务吧，参加任务。哦，
讨伐巨长。我不行，你还未到啊？你去问一问。问什么？东问西问，你的祖先到哪里？与接待人对话，去对。对，好。Hello。那个热气球哦，在那边热气球了，缆车，算了，都走过来了，自己走上去吧。要讲什么啊 ？HR 多少？350吧。不变 HR。嗨，好和平，一次集团。要探索大一种荒地，所以就先继续解吗？哇，你好像要先解完这个才行哎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去。我先自己去一趟，不然会浪费。对。你要去找 Z？ 咦？去找，我要找什么东西？毒妖鸟。上位的毒妖鸟，对。我就这样，原同一只还有分下上位。有。啊，所以它变强了。就是刚刚为什么要讨伐古龙？古龙就是它的能量会造成其他的物种变异。就像上次你们在打那个那只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只鸟跑得很快，好像一手不是很像那个。不一样。哦，那个吗？那个纯粹是活动任务。哦，你说碰到结晶的那个是活动。加冲。哎、欸，我的猫也会有 buff， 我现在也发现，错觉吧？所以我啊，可是是哦，哦，好吧，会的。所以我就是碰到毒药鸟，然后任务就是要我打掉它，这样。对。是吗 ？OK。好，走吧。我好紧张哦，上位的怪耶，第一只。所以地形还是一样吗？还是会变得一样、啊？哎呀呀，你干嘛？那是目前是只有毒妖鸟会变上位吗？还是其他遇到的全部都是？地图直接升级的概念。还有，反正有上位地图跟下位地图，你现在就在上位地图做东西都是上位的。我的妈呀！毒妖鸟的话，应该会在外面吧？蜥蜴也抓一下。不要跑！你抓到。往上走好了，觉得他应该在外紧张哦！泱泱会挤猫，你不猜它可以叫几次吧？这不是更好吗？好。然后观众说：“猜猜你可以挤猫，不猜这个不如猜你可以叫几次。”挤猫？十几次。哦。所谓的猫车、就是可以十几次。探索死亡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毒妖鸟要小心一点。会，我觉得你会叫的比较多次啊。可是毒妖鸟我觉得还好哎，还是它变得不一样。会变啊。哦，它外形。它毛色会变好看。变，那就更好了。毛色会变啊，左边。所以。知道。它是中立怪对不对？中立啊。这个不用理。熟悉。这个也要断开时间哦。有我捡，所以他足迹也是会不一样。哪里？回头。哦，不是这里哦，这里。对。那有往森林走。爪痕呢？刚不是有一个？刚左边有一个啊，有跳爪痕。不要。鸡呀。Oh my！
耐矿、矿脉、矿脉。你说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玩了，让我压力好大。哎、欸，红色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一直都有红色的吗？有啊。嗯、啊，你看它前面死袋子。哎、欸，拿上你的网子去抓仙人掌。我要偷偷接近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啊，赶快打开按 C。有了，好，它、啊、旁边是什么？这些死癌子啊，它会丢你毒啊、麻痹啊，然后攻击你啊。怎么？哎、欸，不用理它。哎、欸，踢那个球，踢那个球。杰克，踢它。好。踢它怎样？捡，那是大便，捡起来。我要捡大便。叫你捡就捡。是。又有大便捡。哇，你好多大便哦，好爽哦。好东西哦，好东西啊！为什么？就是，我是知道丢大便就是他们会跑啦，可是就是赶走啊！你这边开始就有一只，你一定要丢大便的，他会到处去打你。他会打我？谁？你遇到就知道啦。哎、欸，反正我觉得屠杀轰炸机。啊，你自己遇到就知道啦、啊。好，请往里面走。这里。对。往森林走。森林？哦，对，森林。那你待会会来救我吗？我现在进不去哦。那等遇到的时候。我等你第一猫再进去。这里还是右边。上去，这里上得去吗？森林右边，这边哦，有了，这边是材料，有了，这些主机捡一捡，就是了。是石火龙的痕迹，我不知道打哪里。哦，它是变异的那个的痕迹。给我钱！有了，好，狩猎他。好，狩猎他。干嘛？我发现那个旭普特，我发现旭普特会跟我的，他明明就变丑了。旭普特会怎样啦？讲人话啦。旭普特会怎样 ？Hello。就是虚浮的，是收刀不是吗？对啊，可是跑也是虚浮的。对啊，所以不能按虚浮的跑啊。哦，所以要改掉是不是。文双刀要改掉啊。OK。但是，看你在逛街了。没有，我打那个补血的。感觉这个龟鸟好强，我念一下台词。哎，话说那个鬼人画的那条刀的，那个是干嘛的？忘了。他说，就是我的刀不是有两条吗？说我忘记了。哦好，我以为你什么？啊，那个会朝我丢东西的东西。哎呀，放屁！丢东西拜。请吃解毒药。等一下，解毒药是几啊？我怎么知道是几啊？蓝色瓶子啦。滚轮，滚轮，你滚轮没有蓝色图。滚轮。有。我问我几啊？那个是看自己要设定什么的哎、欸。哦，我想说有预设。还喝小罐的，想死哦。可以啊，你慢慢磨，感觉你磨得过啊。可是被毒毒到好像好痛、啊。就喝个解毒剂就好啦、
他是要去找那个打架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换地方而已。嗯，他不会找屠杀龙打架，对吧？会啊，如果遇到屠杀龙就会打啦。有啊，他遇到啦。啊？在前面。看来，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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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跑跑跑！那我要怎么办啊？遇到就打、啊，继续打、啊，继续打、啊，或是丢其中一只大便啊、哎。他们如果没有打到输赢的话，就是会继续打。如果你要提早让他们结束，就丢大便啊！是在跟你说大便很好啊。大便这个、哦。对。要丢对哦，你丢到那个毒药鸟，是毒药鸟会走。他在追我吗？是。有吗？太远了是不是？啊，毒药鸟跑掉了。对。哦、啊，我就理他了。是为什么你不左右闪？你要前后闪啊！你前后闪被撞啊！丢不出去啊！你干嘛要丢啊？哦，也是丢，你又没有装上去。哦，有吧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啊，好了，不用理他了，不用理他了，不用理他了。一发就够了。有些一发，有些三发也不够啊。嗯，他这只有什么？角龙啊！啊！角龙、欸。他会打我吗？会啊。其实不会啊，他是泰山中立怪啊。真的假的？有时候看心情啊。原来是看心情。毒药鸟呢？我进去陪你好了。所以毒药鸟还在森林里，他跑回去原本的地方就对了。嗯，这个本就隐藏底裤。毒药鸟的羽毛哎、欸，捡。嗨，毒药鸟，嗨，我是来找你屁。你要发出救难信号哦，不然我没办法进去，因为你在地图探索。那怎么用 ？ESC。等一下，那个不。第二个，帮我发出救难信号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行哎、欸。哎、欸、D、哦。好，你加油。干巴的哟、哦！这个要自己打吗？反正这个只是在野外，你十几只没关系啊，你过吧。啊，好的。那我去。鸟儿。随便找个东西打。看到泱泱直接撞吗？哦，有道理。嗯，有人说那个啊，角龙不是看心情，是看到你直接撞。真的假的？假的啦。哎呦呦喂呀！他那个毒大天哪、啊！毒液怎么会消失啊？东西。毒液啊，他不在吐毒液出来吗？然后一直摊在那边。啊，多久一小时啊？还是30秒吧？这么久？反正，在这种地方一定会有解毒草啊。他在吃东西吗？赶快打他！你在干嘛？卡住了。根本就在旁边蹭他。忘记拿刀了。哦，不会不会。搞不清楚状态。哎、欸，我猫咪拿的那什么？毒物！哇，大面积喷毒物哦，这么快！我的猫咪推那什么东西啊？炮车。
其实猫咪什么都会，只是你有的那件武器，它比较常会用那件武器，就像我是乐器一样啊。哦，它会配合我就对了。看你要。哎、欸，怎么说？跑掉了。哎、欸，按住了，快点，赶快点尾巴、啊。这样跑掉了，丢脸的不？哦，虫虫呢？这边，这地图还有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有吃火龙的雏鸡、欸，我的妈呀！吃火龙是中立怪吗？还是不是？不是，懂。好，确实说我不能遇到他。狂乱抓！他攻击，哎，这样，我是把尾巴砍断了、哦。对啊，刚刚就断了，好像断一段时间，莫名其妙就。哦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！加油，你再努力一点。嗯？好好。你还拆？因为我有看到，因为我刚好在回血。他在吃东西。没有啦，他想吃东西。他想吃东西。哦。鬼人话，鬼人话，又忘了鬼人话。他这样是可以断招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刚好这样子。要绕跑了是不是、啊？不很好玩，魔刀，还超好玩。魔刀，你下面闪光弹，你魔刀。先上来，这样是绕跑了。播尾巴。尾巴？哎、欸，已经播完了。哦，那再追上去啊，隔壁而已。对，它在里面。哎、哦欸，有羽毛哎、欸，捡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。哎、欸，羽毛是哪一个？羽毛呢？哎、欸，我怎么看不到羽毛？啊，这个。他睡觉，不准睡。鬼人话在打哦，白痴。你讲太慢了。因為想也知道好不好？我没有说过说等魔物不会动的时候再用鬼人话。他冲过去的时候会攻击吗？我没有讲。有。那顶撞老师哦，但是是不是这样子？老师对不起。哦，鬼人化，你那个刀是你刀子还会持续鬼人化啦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是说那把刀是干嘛的吗？就是你那把刀还会有持续鬼人化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会持续到你那个刀子没有，然后。就开鬼人的话可以继续，你看现在没有了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不太清楚了，那个你现在鬼人话砍怪会持续那个潮。哦，我看到他有结束之后，你那个刀还会维持住。有我有。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！奶奶。看你又开个鬼人化跑、欸，不是我，可是我说明他到底什么情况下会自己关掉啊？你又再一次鬼人化的时候啊 ，Ctrl 按第二下、啊。可是我说没有按他自己变回来、欸。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小丑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我刚明明按呢、啊。虚浮特啦，虚浮特，你不要再按了啦。虚浮特，虚浮特，收到，不要浪费。研究一下嘛，这有一个紫色布。